飞球打击出去，来到了右半边，结果这个球并没有接进手套里头，掉了出来。用疑惑的眼神看了一下，中信兄弟陈早表示，这样也行，因为他打出平飞球以为凉掉，没想到王博璇滑接失误，和红土做最亲密的接触，黄山军分数大进步，已经连续七场先发，至少投满六局了，但这个球被完成带起来。了两坏，这个球打上了右半边，传了出去，形成安打。串联安打一路发，兄弟拿到第二分。看到余主曾颂恩这个帅气的波法，对于拿下胜利肯定是100分。但台钢雄鹰怒喊：“这口气我们不忍。”第四颗球，右半边的滚地球，先踩一垒，再传本垒，要做触杀。主审说 safe。这一分让平野教练兄弟众将全傻了。雄鹰再来个趁你病要你命，一好一坏。洪博这个球带起来，在中间方向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追平比分，雄鹰都想跳一首《气概山河》，战局一度很焦灼。但中信八局下马上启用双盗垒战术，眼看垒上满满都是黄海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。吉田一将碰到曾松的第一个球，打得很高，那距离看起来应该也够远了。关键制胜的高飞牺牲打，不止成为垒上队友，曾松 MVP 等级的表现，也让黄山军赢得胜利。记者陈威成现场报道。